是母狗，刚刚有听到母狗的叫声。这只博美狗也一样，和母狗交配后才算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到母狗那里去吧。看来又是啪啪啪时间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这里似乎是山猪的地盘。山猪的地盘，没有在怕的，没有在怕的，直接冲过去就对了。冲过去，不给冲，我一定要往上爬就是了。可恶啊，他到底是怎么过去的？你为什么可以瞬间到这里？小母狗别跑！嘿！好吃！吃吃吃吃吃！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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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吃吃！哦呦呦！哎呀！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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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没事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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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发现超可怕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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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没事啊，猪笑你进不来，笑你进不来。与母狗会合了，为了能安心啪啪啪，请到从前和人类一起生活过的公寓去吧。哇，还这么慎重，这么慎重啊！我们要回去，哦，好远啊！走走走。看看要怎么走过去哈。肚子饿了。吃吃吃吃。兔子吃吃。好。是来这边而已哦，那再往上，往上，吃吃吃吃，吃吃吃。是哦，这样下来是不是？哦，好，好，来到这里，我们来到这里 ，Go Go Go Go！
52了，有，好吃吃吃吃吃。抓！哇哇哇哇哇哇！一群呢、啊！吃吃吃吃！吃吃吃吃吃！耶、yeah! ！好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主人的风雨，快到了，快回到爱的小窝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有猪，有猪，哇！就算是猪，也不能阻挡。再见了。耶、yeah! ！爱的小窝，我来了。五个月后，哇哈哈哈哈哈！两只，今天是小狗们第一次出来狩猎的日子，把食物带回狗爸妈身边吧。哇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找食物咯。找食物咯，下面好像哦，好多食物哦，满满的兔子，叼起食物带回狗爸妈身边，给爸爸妈妈吃饭咯。野猪表示毒了很久，怕爸爸妈妈吃饭咯。啊，不喜欢，怎么这么挑？是想要三猪吗？寻找父母会满意的食物，你不要，那我自己吃，我自己吃。怎么这么挑？好，解决一只。
很好解决。是猫老大，老大哈。老大哈。很好，被人类圈养过的博美狗已经长大喽，小狗们也日复一日的渐渐茁壮。博美狗从此依然会在这个严酷的世界继续奋战。